国粹精髓为您细心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魔桥功课程班，我是今天的主讲冯教练。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是魔桥功的第六个动作，恶虎擒羊。现在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恶虎擒羊这个动作。恶虎擒羊前面的动作和我们学过的夜叉探法是一样的。到了这个位置，就要进行另一种变化，用你的右手的手腕关节和你的肘关节、肩关节三个关节同时进行旋转。在这儿，你的手腕关节从垂直旋转成水平，要注意魔桥棍的另一端，就这一端是贴着你的肩窝，不要超过你的肩窝。如果空手来做这个动作的话，就是这样。另一只手也是一样。